很多女性就会不小心最红的时候最有名的时候就会有一些攀援的男人一个一个来，结果每一个大概都是爱情骗子。那因为他们很需要这个往上爬，那的时刻他们也会养成一种花言巧语的习惯，特别针对知名女人跟女艺人，他们想要攀你的缘。外表有优势的人哦，其实他必须小心一件事情，就是你会蹉跎很多光阴，浪费了很多时间，而没有去经营你自己的兴趣，你自己的人生。